处在艰难和困苦。哇哦，哇，这什么时候啊？十九岁的最后一天，阳光似乎也被带走。啊，怎么？这是你吗？这不是邓丽君？张含韵获得2004超级女声季军，恭喜！好看过，你这一期我看过，我看过。甜甜就是我啊，哇！这就是我认识你的时候的样子，在我脑海中的你。哎呀，可爱！韩韵，我其实看了你一篇报道哈，就是讲她就是从选秀之后她有多难，就是她那时候有很多很多非议的声音。大家都是给他很大很大压力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整个的成长太不容易了，因为他那么小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还没有建立到成熟的那种程度嘛。但是都过来了，都一转眼都是现在都16年了。对，而且大家都说韩韵就是很有情商，其实所有的情商啊，情商都来自于他真的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磨练。是的，是的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逼熟的，就让他自己变得更成熟。说过太多那个不招人开心的话，所以就那个慢慢的学会说话，但现在还是没，还是不行不行。你很会说话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确实太小了，经历解约呀，没工作，真的哭过很多，很委屈，就是意识到原来长大是这样的，你一个人。有勇气去扛起未知的风雨，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的时候，你就长大了。那个勇气是